嘻嘻，这样。不要对着我，你就转旁边窗户看。这个是那种之前在家里也喜欢玩那种泥土。对啊，泥土没什么好玩的。咱们俩还可以。不要挤进去就好了，太小了。我不要进来是吧？对，太小了。好。冷酷。嘻嘻。爸爸带你去看你的房间好不好？好。房间有那个不能说。好，先不让你看。闭眼睛了吗？对，这样而已啊。很多啊。啊，都洗了。嗯，都洗了。都洗过了，全新的。我本来想说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你说没洗不能穿是不是？对。啊。我因为奶奶跟他说新的衣服要洗完才能穿。你这几件你谁呀？这照片都是谁呀？谁啊？我都不认识他。那谁？他是谁啊？不认识他。我不认识啊。那你近距离看一下好不好？还是不认识啊。说反话达人这个小朋友是这个叫好像叫什么林妍希的。没有，没有这个人。没有这个人。没有。真的没有吗？没有没有。走，那去试试看那个脚踏车可不可以骑好吧。赶紧把所有的东西都堆上。我真的在他女儿身上能看到好多我小时候那个心理状态。你也是说反话达人吗？就我想让你懂我，但我就不那么说。那他刚才这一系列，你给他点信息，就是，他其实想表达什么呢？他就是想让你更关注他吧，我就是再强调一次，再强调，再长一点。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拿出来每一条裙子说，你看这个，是不是你喜不喜欢？一个一个给他展示，这样会不会好一点？多问他一点，对吧？我是觉得他是在努力的延长你们俩这个新鲜。哦，我觉得其实女儿很懂爸爸，就知道爸爸肯定还会继续哄他。哦。但其实刚才真正走进他心里的是不是那个照片？对，就是一墙照片。因为他看到他，想起他跟他爸爸曾经相处的时光。对，因为就那个陌生感就可能会减少一些。对，这个是有辅助人啊。好，这样我就不会怕啦。对啊，慢慢的就开始对愿意沟通了。椅子会不会太高？还是这个太高会不会？不会。可以啊。可以。好。好奇啊，好奇哈，对 ，OK OK， 女孩是不是都特别爱穿这种裙子呀？这个年纪非常喜欢穿公主裙。然后你过来看，哇，哦，这我同学也有哎。你同学有这个？有啊，那要煮好哎。对啊，我煮啊，我们过去那里。那你看同学玩这个是不是想玩？嗯，对啊。那你就跟他说啊，说我们一起玩，我也玩过了，对不对？好了，然后先讲一下哈，如果你转到一个白色的话，就是敲下一颗白色的冰块，然后两个就两个啊，以此类推。好，我一定会赢。你会赢吗？对。你先。两个蓝的。哎呦，那这个有一点掉下去了。对啊，哇，两个白的，一个蓝的。你敲这个。我敲这个，这个也会掉下去。哇，两个白的，一个蓝的。哇，这有点难了。啊，我输了。那输的要怎么样？要不要惩罚了？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。多大力的哦！痛啊！想要痛是不是？对。快，我们去看看别的有什么。这个是很刺激哦，这个。我玩看。啊！好痛！很痛吧？我想揍他。你想揍他了？对。
没关系，他是玩具，不要揍他，好吧？来换我啊！哇！小孩就是小孩，对。奶奶也开心了，奶奶开始也拘谨的啊。几秒？两秒。你的两秒？三秒。三秒。四秒。四秒，上次见面都已经十秒了。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九，十，十一，十二。对，来，爸爸煮饭好不好？好啊。发卡不能掉，皇冠不能掉。对对，那个很重要，对，很有形象管理。对对对对。你是会做饭的哦，一般般吧。是我哎，你看多开心。这个，这件好了。我不要，好穿，我看看。衣服都开始湿了。他开始得意了，我都不知道他们上楼。都好美。小胖还特意帮我买了旗子哎。哎呦，真的会吓一跳。你的小狗，哦，你怎么知道是中间的？我很聪明。姐姐，你这么喜欢那个鲨鱼的？有一点点啊。有一点点啊。对。感觉你已经玩了一个小时了，那个鲨鱼的，是不是？哪有？没有。你看现在回答就开始对很轻松了，但其实内心是很喜欢。姐姐，哇，你眼睛怎么亮亮的？你要擦那个了？没有。有。我昨天没有。哎呀，害羞了。哦，宝宝亲一下你就倒了。爸爸一直过来做什么？跟你说一句话。我可以，这是会做饭的，这太谦虚了。刚才那个尴尬的要来，这是，这好像怪怪的啊，感觉不是我要做的那个样子。完了完了，这我不觉得他会熟哎，我那个顺序错了，他是又不要了。哎，谢谢。现在有两道菜，还有饭，然后我们要不要先吃？好。然后还有一道，你在吃的时候，我再做给你。好。好，走。好啊。但可以配饭吃，对不对？对。这样也不要烤吃就好了。好。喂。我不会看啊，我怎么可能会看你吃饭呢？这是哪一出呢？我没有看，我以为你放到嘴巴里了。啊。嗯。好，你放吧。还没有。嗯。还没有。嗯。还没有。快放，爸爸不会看，因为他那个吃饭的时候，他那个嘴巴都张得巨大，不喜欢他在吃饭，人家在旁边看着他笑。我女儿说那个 remember 说不出来，她会说 remember， 我是觉得超可爱，我就老笑。现在她说那类的词的时候，她得让我转过去。
因为他已经到了也就知道害羞的阶段了。对，就跟吃饭我估计是一个心理。哦，我刚才吃饭那个脖子都很酸。